Hi, my friend. How are you? 跟你们说什么？今天呢，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，好几年跟你们说用怎么 design 那个，你会咩？我相信没有得买，买了可能很贵的，所以我看我自己的 design 出来，很省钱，很省钱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们家里没有抽虫呢，你可以不需要说的。如果你家里呢有平时啊没有抽虫，只用爽身粉就 OK 了。所以我家里一年到现在有抽虫时候打走，没有抽虫之后到现在我都有点害怕，都放少了啦，没放这么多啦，那种叫苏打粉，那种叫做爽身粉。咁啊，因为我咧方便咧放晒住，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用呢？吓，它因为呢条咧就是一种毛巾嚟嘅，呢种毛啊，你看呢种毛，你看小心，呢种毛咧很容易吸收一种粉的，所以呢种毛巾咧就比较很容易拖出来，没有这么好吸收粉，没有这么好，所以我觉得呢个最好的，因为你看我为什么弄得这么大啊？因为那个地毯来的，我不想剪破它，弄到它那度烂掉，嗰种海绵走出来，我说不要剪啦，反正我有几个，所以你说，我就是等一下告诉你，我那个系准备放在家里的，为什么？如果万一剪的断了、烂了，我可以那个就丢了啦，所以我一定要留一两把放在家里的。啊，你看你怎么小，你看你拖到几时，你屋子小都可以，你屋子大的你哪里可以很短的时间，我不对你说，我的客厅蛮大的，所以 我不甘愿用这个来拖，拖到几时。咁后来呢我就想 OK， 咁我就想到制造一个大的，好像一个这么大的，我推房间啦，我有讨厌它，它太大啦，我就用一个小的，所以变成我有很灵活性，争了两把。所以你家里呢，我主张你们啦，如果你们家里呢没有抽虫咗之后呢，最后呢都加那两种粉对贴拖地沙，我就是讲过咯，我很多年了，我家里没有抽虫。我都是继续用它，因为什么？用了它可以保持地沙的干净，还有可以防止蟑螂啊，都很好很好的帮助。因为我家里的蟑螂都比较少的，就是因为我用那两种粉，分量多少啦？你自己猜啦，我已经教过你啦，不用长期啦 ，OK？ 我怎么做我的 design 呢？因为 我今天呢，本来我没有先做这个视频的，因为我今天呢准备那条毛巾，用毛巾的薄了啦，我就想弯掉了，丢了啦，咁后来丢了，我包了一层啦，因为 我最近有一个地毯嘛，我觉得没有用到，我丢了浪费了，咁呢张毛很吸收啲粉啦，好，你自己想啥？哦，你看啊，我没有想做视频给你们看，只不过做了出来了。我不浪费时间 ，OK， 我要快点做给你看。我要现在我要拆开给你看先哈。怎么拆开来了？你看，我这样就绑上去，为什么我就不想剪破了我的地毯？固得很紧的，因为我准备拖的肮脏，我不洗了就丢了。洗浆仲贵过我将地毯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OK， 那呢度固得很紧，我今天做的，所以我没有想到要做给你看。现在我手做到，都是顺便做给你们看啦。反正我都做了哈，因为我以前接受你们去抽虫，没有即系跟你立了。说一下，没有真正告诉你们怎么做，所以变成呢你们没有认真看过，可能没有这个耐心呢，或者觉得很难呢，不需要啦，什么情形都有，没所谓了，今天给你们大开眼界了。OK， 那
我拆开我的口针先，那种的口针来的，口煮来的就 OK 了，因为方便就好了。我整个就这样弄出来的了，因为那种鸡蛋呢是一种海绵的，我不想剪破了啊，剪破了呢，我告诉你我会磨剪刀的，你看我的视频啊。啊，还有你看拆开给你看了，为什么我要绑这么多层呢？其实我那个只有这么窄的，就来的这边这样更窄的这个，所以我一定要增强它，所以我们不用浪费我们的时间啊。那两条木就是固定它，将你在地下推的时候不怕它走位置啊。你看，其实我另外做了个送给我朋友啊，因为我找东西很随便的，在我手上看到可以温用的，我就可以用下去啊。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啊、用一条，用这个，咁啊放下去，咁啊我不需要这么厚了，因为除非包毛巾啊。咁啊我放在一边先吓，呢个。等一下跟你们说一下，我最主要因为我今天会用这个，我教你怎么弄一条毛巾呢，这些很容易的、啊、很容易的也是、啊、如果你呢想怎么大怎么小可以的、啊、好像这条、啊、你想做个大把的没有可能用得到了， OK 没关系了，你一定要这样摊开来了，一定要这样摊开来了、啊、或者这样覆住来，我不怕浪费了，我剪给你看，因为你趁机做个给你们看呢，可能你们看得不清楚啊。OK， 然后我怎么剪呢？哈，其实很容易的，啊，我剪到哪里了？剪，等下当扣出来就 OK 了，啊，这样扣住它 OK 了，咁呢度咧就那样包住来，呢度，系咁，嗱，这样。系咁，用啲扣针扣住扣死啦，扣住扣死啦。呢度也是这样，嗱，我做到这里，嗱，大概啊，大概来到这边啦，嗱，我给你看，我会磨剪刀的，我会磨剪刀的。你看我的视频啦，跟人家不一样的，我发明的，不是自创，系最好的方法。没有别的方法对其他的，因为我摸出个剪刀，它有一种啊声音的，对比个叻叻声的，对比它粘得很紧。我摸个剪刀很锋利的，因为它为什么发出磨了之后就发出这声音呢？就是很，它对比它很粘得很紧，可以剪得很好的。如果那个剪刀呢，皮说啊。这里呢掉得很厉害呢，这个螺丝很松呢，如果好像这把呢、啊、有得收的就不会了、啊、如果有些剪刀也收不到你就准备掉了，没有骗你。OK， 你看我的剪刀视频啦。 OK， 这样剪包包很覆出来、啊、这样了、啊啊、我随便做一下先，等一下我怕浪费你们的时间、哦、OK OK，我阿家阿家随便一下，你看怎么扣，你自己喜欢自己选择了哈啊，这样扣扣，咁扣扣扣扣出来了啊 ，OK， 我搞好了 ，OK， 嗱，咁啊，然后啦，我呢、这个我不想做这么多啦，因为用烂了啲棒料我就出来弄，咁啊，我怎么弄我呢个咧？我刚才我搵出就安装出来了，我试都没有用，我用了很久。洗了可能都会破洞了，这种地毯为什么很呆，为什么不剪它，因为它是里面种海绵的，很软的，如果当你拖地毯的时候呢，它就有可以、很软的将那层吸住了，在厨房拍一下打那个椰子的手打的拿住啪打一下就没有个层了，咁我教你怎么做啦吓 ，OK， 很容易，你看，嗱，这个，你看，你看，
同意，很呆我哈，对，没问题，因为我不想剪它，一剪它呢，它容易歪掉哦，我就很心痛啊，这不是贵不贵，因为你觉得那块东西很好用啊，很吸几个种粉啊。基本上你买都买不到那种 design， 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如果我剪破了，很容易烂掉，好像浪费一样东西。最后，因为那种质地啊，最后啊，撕住啲粉啊，嘅毛巾咧，撕到啲粉咧，撕得很多，所以变咗很容易撕住啲粉咧，就容易将它容易拖个 design 比较干净一点，唔会这么容易撩嗰啲粉啊，同埋肮脏东西，所以呢个也是一个选择，没所谓。如果没有嘅，你可以直接用毛巾代替，也可以啦，不需要考虑啦哈。最重要方便我们有什么就什么啦哈。因为那张地毯我没有打算要嘛，丢啊嘛，咁我丢了很浪费啦哈。咁后来自己拧紧，想起来，我说哎，不需要啦，不需要丢啦。丢很浪费我，很浪费我的浪费我的东西、真的很浪费啊！如果丢了哈，今日剪它咧又容易破嘛，所以有啲时候你靠你自己嘅 DIY 做某样东西，唔需要。哎呀，我谂地方我容易教你啊，不要急，你用你自己嘅创意，有自己嘅创新，也是蛮 good idea 来的，你明白吗？不是一定照我谂偏方来做的，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时分，有自己的时光嘛。因为我拖了很多年了，差不多我用那个方法，我用的真的有好多年，好多年，不用说，说了就只好给你知道我秘密。OK， 那如果你为了安全呢，你可以。绑多两条橡皮啦，哈哈。剪啦，绑多两条橡皮啦，咁咪然后咧吓。扣多两个没关系，扣多两个，有多少？好多时候我来用的啦，所以我顺便做给你们看咯。你是吗？你的时间宝贵，我的时间一样这么宝贵的。OK， 就是这么简单了。咁啊，如果你推的时候咧，嗱，我教你怎么推啊。嗱，你看我拖衣纱啫，粘得这么多肮脏出来。咁啊，我教过你怎么去臭虫啊。我家里没有臭虫啦，真的没有啦，我没有骗你。我的朋友啊，浪费很多钱买什么什么东西，后来用了我方法咗之后，哎呀，怎么省钱啊？我早点学你啦。这样笑死了，我用个东西告诉他，他不相信我的方法嘛，他说哎，不可能的啦，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之后成功了，他也是他的方法不好嘛，后来学了我之后他很后悔，很后悔，一百个后悔。这里落多一点点，因为为什么这种这么好用呢？主要原因他能够吸住的粉，很容易吸住的粉，慢慢给它吸住先啊，容易吸住先，吸好一点，不要太多的，不用，因为你天天拖地买衣裳嘛，那些粉呢，大概你那度如果有臭虫来说，一品一品啦，没所谓，5%5%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臭虫呢，这个粉7%，这个3%就够了。因为主要是除了蟑螂啦、消毒啊、杀啲沙就是够噶啦吓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。呢度3%，因为没有虫虫的嘛，不用这么多这个苏打粉，因为苏打粉放得太多咧，个啲沙会黏黏的。我曾经怕虫虫，我怕到我真系完全用苏打粉用嚟咗就。个地沙好似浆糊这样啦，哎呀，好靓！我顶不顺啦，我后来就用呢、这个
放身份侵杀去 very good。 那么然后我怎么推呢，来看，那我做给你们看，这里呢不要紧了，你看这口洗了，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口中不够呢，没关系，再加可以的，你加的味道好像比风豆也可以的。阿芳你夸张，不要紧啊，做人就是夸张是有发明嘛，没有夸张的人哪里有发明。 OK OK， 那我推给你看了哈。 OK， 我推给你看了，它就那你看你粉这地上起来了，我推给你看，它有一个好处呢，因为毛巾呢吸住粉呢没有它这么容易吸住的，因为它的布质啊比较容易吸住的粉的，它好干净的，真的好干净的。哎呀，本来我不想今天做的，因为哎呀心血来潮，我没有想到哎呀外面有点吵哦，关了窗口都有小孩子玩的吵，我下次不会选今天来做视频了，真的有点吵。啊 ，OK， 来 ，OK， 来，给你看呐、啊，你看一下，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？啊，如果你呢，那、啊、你呢，啊，这样了、啊、我要教过你了，之后，那种呢就是香港可能没有在买，我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种椰子手。它如果你在厕所多了，咁啊啪啪咁啪晒呢层出嚟，咁啊啪少少先，唔好大大力，因为你咁样慢慢扫一下，咁啊外面呢层你留下次再来扫，它有一点点粉保留在里面就好干净嘅。还有那个扫呢有什么好处呢？主要它就椰子个果，椰子嗰种椰子很硬的，它们。马来人很厉害的，他扫出来，我们新加坡他们来扫地、打扫地沙、打扫，好像打床单啊。你见我做什么？我来打蟑螂。我有跟你们说过，真的很好用，让我朋友教我嘛。一打下去，我这蟑螂跑不掉。打蟑螂就后面就他的蟑螂个后面来打他就 OK 的了。你 try 一下，OK， 我。做到这里了，OK， 祝你们成功。